薪水不够用吗？ 49% 想跟主管要求加薪，但不到一半有实际行动，多数的都不满意。想提加薪，你应该这么做：勇敢的开口，设定加薪的区间，先要了解公司的调薪制度，证明自己的价值，提出 KPI 的成效，做好备案。如果加薪失败，也可以要求用其他的职称来补足。完整讯息请下载104薪酬白皮书。